有道理吗？火车渐渐要起行，到底多亲切。我旁边有字幕啊。亲爱的父母，再会吧。到底的朋友，过期啦。来哦，一起来哦！
谢谢。高潮叫做虾米都唔惊，不要怕。谢谢，请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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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各位，这一次我们是用最少的金钱来对抗最多的金钱，可是我们虾米都唔惊，对不对？各位，前两天辩论，可是他们作弊，可是柯P是真金不怕火炼，免掉了，对不对？过去的选举这三个月，每天都在讲 MG149，如果柯P是歪哥的，他就要害怕，可是每天都有人讲，到现在还在讲，可是从司法、行政、立法一直在查，调查局也在查，可是什么都不查，查不出来。各位，虾米都唔惊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一次的选举啊，是真的跟假的选举，我们永远按照我们诚实的话来向台北市。